现在每个人对物质和精神的要求变得越来越高，穿鞋子当然要越舒服越好，娱乐圈的明星更是如此。作为颜值担当的鹿晗，对生活各方面的追求想必是很有讲究的。在一次活动中看到鹿晗穿的一双鞋，就看到了他的奢侈的生活。鹿晗穿的这双鞋看上去是非常普通，但是懂货的朋友就会说这才叫奢侈，一双白蓝黑为主色搭配的鞋子就是 LV 老爹鞋。鹿晗穿的这双鞋价格肯定不菲，没错，现在这双鞋市场的售价还在7000多，羡慕的网友可能就会说这么厚的鞋底是为了增高吧。让我们更意想不到的就是著名相声演员岳云鹏穿的一双鞋子。在一次综艺节目中，岳云鹏的一双鞋成为了爱鞋网友的焦点，他的鞋与鹿晗的鞋风格就截然不同，外观就相当霸气了，这双鞋就是耐克回到未来。这双鞋有全自动的系鞋带，系统感应脚的形态，自动系好鞋带，外观设计也是非常独特，完全展现现在的科技力量，价格也真的是70多万。对于穿鞋，岳云鹏算是最奢侈了吧。